想请问一下，刚才你讲证物有很多层次，那初步的证物是在见到吗？还是整个证物的整个层次都是在见到？没有，这个菩萨的一滴到十滴啊，第一滴就叫做见到啊，见到。然后呢，这个初步的证物呢，还没有到这个见到啊，还是在这个见到的前面。比如说啊，可以这样子讲，如果这个菩萨的第一滴见到啊，是一年级啊，一年级的话，那这个初步的证物就是学前版啊，或者是幼儿园，对。